各位朋友，大家早上好，今天是2月6号，然后天气非常暖和，又有阳光。现在罗斯福大道，看到有人在铲雪，这应该是四菜一汤的员工在铲雪。听说明天要下雪了，所以大家还是要注意。大家都是很晚才开门的。Temporary business hour change 11 to 7，是四菜一汤的。四菜一汤也在装修啊，装修部分装修。这个四菜一汤以前正常时候生意非常火爆的。而且疫情这些影响很大很大，最少生意掉了一半，这个就是这样，以前火爆的不得了。新年来了，大家还是可以看到年花艰难。艰难这个是小的剑兰，然后这个赶牢，5块钱，有银又有楼啊。是情不熟，我是情债。这里还是很多店要出租的，这里连续有几个店。总站大清仓 ，everything must go。不过这个大清仓好像经常大清仓的，是经常性、常态性。新年的味道还是有的，老凤祥也还没开门。好，我知道这个妹子应该是11点开门，是几点？都是要11点开门，因为疫情改变了大家晚开门了。啊，现在来杜老爷买个面包先。哦，这里还是很多新年的东西。杜老爷，小餐包，那还要什么？
一个鸳鸯不要糖，小的鸳鸯不要糖。对，小的鸳鸯不要糖。给5.5哈，可以没有问题。你要不要？来这个好了。我送你5.5，来是2块进的早点，谢谢你啊。谢谢。祝老爷的面包店。还是有点新年的气氛哦，还是银楼满楼哦，很多新年的，因为有红色的银楼，这个红色也是银楼吗？对，哦，红色银楼，哎，看到红色的银楼，这个比较喜庆哦。红色银楼多少钱呢？这个15块哦，红色的银楼是15块。哎呀，我比较喜欢红色的。很多飞出新年来了，新年来了，很有新年的气氛。红色的银楼，哎，大家有没有看过红色的银楼？如果平常我是不太留意这些，现在做了直播嘛，做直播之后就是会比较细心一点去看周围的。红色的银楼，哇，真的，今天我就有一个新的发现了，就是发现红色的银楼，俺楼啊，我语有点烂了，不好意思。俺有金有银有楼，俺楼，红色的俺楼。红色的银楼啊，红色本身就是非常中国，中国味道很浓的一种颜色，它就是喜庆，黑黑圆圆，这几天也在看唱歌啊，然后原来是香港几十年前很多这个。广东歌都是关跟香港新年有关的。好一朵迎春花，人人都爱它，这些都是很古老的，我估计是40年前的吧。我觉得我是小孩子的时候就有，最少30年前。永远充满欢喜，这个很重要的，就是恭喜你在每一天里面充满了欢喜。心坎中谁能百般好，像全百般美。祝福你在每一天里，很多很多。还有一首歌叫《欢乐年》，欢乐年年，欢乐的歌，要那个电音量。祝一岁，岁乐年年。哇，今天每天很多人呢、啊，很多很多人啊，就是新年来了。财神到，财神到，哎呀，好多广东歌都是跟新年有关的。财神到，财神到，我走快两步。财神哇，财神哇，稳稳要正路。对呀，稳稳要正路。财神到，财神到，不到去睇起你，你有前途。对财神看中你了，你的钱还有前途的。对我自己是每天的。
太多。恭祝你每一天里永远多才多姿，心坎中聚满百般好，尽全百般美。哦，这个四三一刀，现在是七毛五简介，给他一个镜头。我吃过这个东坡肉是不错的，东坡肉。恭祝你在每一天里永远多才多姿。OK， 这个复原了，这个装修的如火如荼了。然后这个，这个叫什么？新龙新超市也是装修的如火如荼了。三坎中聚满百般好，长存百般美，祝福你在每一天里永远多彩。OK， 在这里就祝大家，现在每天新年了嘛，每天做视频都要唱一首贺年的歌。三坎中聚满百般好，长存百般美。财神到，财神到，好走快两步。OK， 现在我回到我的工作室了。OK， 那就经过的朋友们可以上来坐一坐。祝福你在每一天里永远多才多姿，三坎中聚满百般好，长存百般美。好了，下一节再见了，谢谢大家。